从前有一座神奇的大森林，森林里生活着很多很多小动物。在这座森林里，小狐狸天天跟大家炫耀自己的皮毛性价比有多高，章鱼宝宝的妈妈变成了行李箱，他扔到哪都拖着去。河里的龟丞相每天唱着悦耳的歌，就为了表白大水母。大鹅和小青蛙是一对，是一对好朋友。鲤鱼时不时的变成鲤鱼鳍飘在空中。小仓鼠每天和苏格兰牧羊犬生活在一块儿，斗斗嘴，干干架。森林那头的山洞里还住着一只叫自己三太子的大猫。对了，还有个爱心爆棚的人类傻大个。当这里是自家动物园，当然了，这可是一座生机勃勃又充满无限可能的神奇大森林啊！还有好多小动物都来不及出场呢。哟，这会儿正站在森林动物台上的这俩人物，不，俩动物是谁呀？你们看看是谁呀？哦，是小狼崽和小兔子。这小兔子是特立独行的兔子，狼崽呢是风风火火的狼。住在森林深处的角落，狼爱在宽阔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威风，兔子日常冷酷，狼时刻外放。兔子心思像一团棉线，七弯八拐绞成一团，狼的脑回路直来直去，四通八达，所以它是兔子，它是狼。然后狼遇到了兔子，兔子遇到了狼。是不会劈腿的了。双方都带萌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什么来着？不会了。几百年，几千年，几万年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。也许他的兔子会煮火锅吗？其他的兔子不会煮火锅，但是可以找别人带他去吃火锅啊，他也可以找别人去吃火锅。可是我昨天就带你这只兔子去吃火锅了，你怎么也没有到我家来？心跳，你们要在一起。
水，哎，就这样看着，哎，开心哦。